欢迎曾经凭借着电影《图雅的婚事》捧得了柏林金熊奖的中国女演员于楠，这次也加入了金爵奖评委的行列。那此前她出任了2007年釜山国际电影节、2008年芝加哥国际电影节和第60届柏林电影节的评委。现在走上红毯的又是一个重量级的剧组。Please be on the stage. Let's have a photo together. Thank you. 朋友们，来宾们，现在出场的是重量级的剧组，是 3D 电影《大闹天宫》。让我们欢迎导演刘晓光，主演曾子丹、携夫人汪诗诗，欢迎周润发、携夫人陈慧莲，欢迎郭富城、何润东、海一天、夏子彤、陈乔恩、张子琳、张昭辉、郑嘉欣。我们可以看到这部影片当中的玉皇大帝、孙悟空、牛魔王、铁扇公主、二郎神、女娲等都来到了我们的电影节，阵势非常的强大。欢迎各位来到舞台上。朋友们，来宾们，您现在收看的是第1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红地毯的仪式，欢迎各位来到舞台上。我们之后在我们身边的上海文化广场将进行的是第1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仪式。Now thank you for watching the red carpet. Please stay tuned with us for the grand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16th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.欢迎您的参与，欢迎您的收看，我们一会儿见，谢谢各位。